预防塑料接触到柏油残胶剂。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今天要介绍大家一个小技巧，因为柏油残胶剂它要避开塑料以及玻璃，像今天这种休旅车下的比较多塑料的，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小技巧就很适合用在这种情况下做使用。那我们现在先示范给大家看。首先我们先准备一罐皮革乳，那这个喷头可以直接装上我们卖场有卖的喷头，这个不需要稀释就可以直接使用了。那我们先示范给大家看。只要均匀的喷在上面就可以了。我们换喷柏油残胶剂。那我们柏油残胶剂不要停留太久。好，那我们这边涂皮革乳就是为了柏油残胶剂留下来的时候不会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塑料，那我们就把柏油残胶剂冲掉吧。好，那我们现在先把塑料稍微擦干，看一下塑料上面的状况。有皮革乳刚刚的保护，所以它没有变白化或雾化的状况，但也不能停留太久，否则塑料也有可能被柏油咬伤的机会。好，那全身洗完之后擦干，一定要再用我们的塑料还原剂做保养。那塑料还原剂的使用方法就是将塑料还原剂喷一点点在海绵上，均匀涂抹在塑料上面就可以。完成喽。那今天这个小技巧就提供给车身校园有很多塑料的车友们。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